得奖的是。紧张时刻打开信封宣布得奖者，第48届曾旭白新闻奖揭晓，今年共有456件作品参赛，创历年报名件数最高纪录，遴选出50件优秀作品入围角逐13个奖项。中嘉宽屏赞助的媒体素养奖，入围者也贯彻媒体素养教育的重要性。卓越奖跟曾旭白新闻奖对台湾的媒体界来讲，不管是分或者合，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。我们鼓励我们的那么多的媒体的工作者，那么多的新闻媒体的前线第一线的工作人员，能够得到奖项，得到更多的鼓励，有那个动力继续往下面去发展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两个奖项同时发展，同时分开都没有关系，也鼓励大家是立场是一致的。那希望明年呢，几位参加来，除了曾旭白新闻奖，除了中央社之外的几位企业界的朋友，继续的能够支持这个奖项，包括中嘉的媒体素养奖。中嘉媒体素养奖是在2019年的时候，中嘉现在的团队拿到了这个现在的中嘉经营权之后，在郭董事长的指导之下，甚至于是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洪建宏委员在当 NC 主委的副 NC 委员的时候，也曾经要求我们在媒体素养这一部分多做一些。因此呢，媒体素养奖项是在这两年，今年是第二年，是全台湾唯一的一个媒体素养的奖项。我们当然希望这个奖项能够继续的维持下去。那这个奖项今年有四项的这个入围，有一个人会得奖。我们等一下很想看到是谁会得到这个媒体素养的奖项啊。这是而且中嘉在做媒体素养，不是只有在做这个奖项，媒体素养还有做自媒体的相关的这个网站，还有相关其他的这些课程都有在做。谢谢中嘉今天的继续来这个支持，非常荣幸代表中嘉集团来参与今天这个盛会。那曾旭白先生新闻奖其实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最高殿堂，那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奖项。那身为有线电视地方新闻的工作者，今天受邀担任颁奖来到这里，其实特别感到荣耀哦。那当然新闻报道追求真相，不过在这个资讯非常爆炸的这个数位时代，每天我们的讯息量都非常多，而且传递的速度非常快，所以我们认为培养阅听大众的这个思辨能力更为重要啊。所以中嘉集团这几年其实就是非常积极的，透过全省12家的有线电视系统，在各地积极推动媒体试读啊。那当然在2021年起，我们跟这个基金会这边共同合作，我们增设了这个媒体试读奖。那我们希望透过奖项呢，能够唤起更多人对于媒体素养报道以及媒体试读的教育更重视。媒体素养奖共有两名得主，分别是公视采访团队的《数位时代言论自由吗》，以及镜新闻团队的《不单纯的童年娱乐：网络危机无国界》，作品皆为非常优秀的媒体素养教材。我想说这个题目其实，真的蛮少见的。然后这个线索呢，我大概养了3年，然后这3年的时间，我就觉得啊，那心情很忐忑。不知道随时会不会有人来报道，但是又很希望早一点有人可以揭发这些东西。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是我在报题的时候，因为我两个长官，一个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没有小朋友，所以大家可以预期他们的反应是什么。不过我就很感谢镜新闻的主管，从大长官到小长官到顾问，都给我非常多的指点还有指教。那我想要呼应前辈刚刚讲的，就是可以多关注一下记者的身心健康的问题。因为我本来以为我跑线10年并没有什么就是新闻跑完就消化了，但是我后来在怀孕生产的时候才发现我所有的 PTSD 都在产后忧郁的时候爆发。所以我很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记者，虽然在采访现场可能好像事情过完就算了，但其实都会在心里留下一些烙印。在这个资讯碎片化的时代，任何人想要得到一个问题的答案都非常的容易，但也容易偏颇。一个深度报道的价值在哪里呢？在我们挑定一则题目，开始邀约受访者进行企划，
并且在采访之后将这些访问的内容加以爬书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付出的心力，希望透过这个奖项能够让更多观众能够理解，在深度报道、在专题报道的这个价值呢，其实是值得肯定的。非常谢谢公视给我们这个机会，我每一次拿着麦克风、拿着笔，甚至在敲着键盘的时刻，我都感觉到一股荣幸，我也战战兢兢。每一次我都是如履薄冰的面对每一位受访者，在写每一次的稿子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倾注全力。钟家宽平2021年和曾旭白先生新闻奖基金会合作，增设媒体素养奖项以来，增建作品逐年增加，今年度共有41件作品参赛角逐，期待有更多媒体同业参与，一起为提高台湾媒体素养共同努力。记者翁允君台北报道。